你是去什么所在上班，我都赚遐侪钱啊。就餐厅啦，爸，伟斌的读初中这件代志哦，无问题啊啦。哦，啊去餐厅上班，都发到赚遐侪钱哦。是啊，无我那是头路嘞。安尼真好，敏啊，紧甲阿姐说多谢，多谢三姐，多谢三姐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。今天戏剧当中，我们看到其实手足之间的情谊哦，可能足以扭转哥哥无法念书的这个部分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邀请两位特别来宾跟我们聊一聊这一段的故事。首先是本尊黄秋良师兄，秋良师兄好。主持人好，全球大爱观众大家好。以及饰演秋良师兄母亲的王梅雪，梅雪姐好。主持人好，全球大爱观众大家好。今天的戏剧当中，我们看到哦，哥哥已经到了要念初中的年纪了，而且也已经考上，可是家里的经济状况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让他念书，对不对，秋良师兄？是啊，那当时我记得我跟我爸爸去修理脚踏车，我爸爸说啊，然后有一个功夫吼，就吃饭就免烦恼了。所以他就一下子就想到我哥哥要马上要毕业了，所以他就是想要在这个地方让他哥哥来学一技之长，他的利益是没有错，但是呢，这个前途在哪里？所以呢，我们当时是不敢讲话了，但是呢，我们是不赞同的。那你那时候的内心会不会担忧说，哇，万一哥哥没有办法念书，可能我到初中我也念不上去了？其实我当时也想，我未来要怎么样办哦？对，所以我当时也是蛮担心的，哎，要我未来要怎么？但是我唯一一个想法就是说，真的不行的时候，我自己一定会去自己赚钱，自己来付学费，所以那时候你就觉得说，无论怎么样，你一定要念书就對了。但是我一定要出去，因为在乡下，我要出人头地非常困难。所以我爸爸那当时在买鸡的时候，介绍好多那些左右邻里啊，对，这些富人啊，说，哎呀，以后你就我老的时候，就我把这个客户交给我孩子啊，我秋良。我说爸爸，这些客户你自己用，我以后不会传承这个事情，所以啊，你要做什么，我爸爸我以后告诉你。嗯哼，那时候虽然还没有明确的想法，但是就是知道我不爱北街，我不爱北街，北街实在太辛苦了。对。所以后来当三姐知道说弟弟们很想念书，可是又没有学费的时候，她就告诉家人说她找到一个餐厅的工作，她可以帮你们付学费。那时候哥哥应该非常非常高兴吧？对，在这样子的一个紧密的窗口里面找到了一个出口，是真的。所以我一直感恩我的三姐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三姐确实她我们在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他帮我付了学费，我的学费也是三姐帮我付，我这只手也是我三姐帮我忙，所以真的是很多事情呢，真的感恩在心头。嗯哼，梅雪姐在诠释这个母亲跟父亲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环境的时候，其实真的好苦，对不对？孩子可能都养不活了，要送人了，更何况说要让这个孩子能够到学校去念书，那种妈妈的心理，其实可能也蛮难跟孩子讲说，到底为什么家庭会这样？会不会担心孩子反过来埋怨父母说，为什么不让我念书？当时那个年代就真的就是很辛苦。那比如说，就像我们之前讲的，像以前的人不懂得避孕嘛，小孩生了那就是要生出来啊。那你天一亮，四个小孩一张口，通通都是要吃嘛。那爸爸能赚的钱就是有限啊，那吃都不够啊，所以怎么去沟通也只能说，对，我还记得戏里面爸爸有跟秋良说，你就去学那个修脚踏车，修脚踏车也是一门技术，可是秋良心中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志愿，他就是想要成就大事业嘛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啊，对。那您在演这个妈妈这个角色的时候，你觉得她是一个什么样特质的女性呢？我觉得她很坚韧不拔，很像梅花。对，然后我印象中，我那时候去定妆的时候，我记得，美玲师姐有跟我说，她说她的婆婆是一个很严肃面对人生。对。那所以她在看待每一件事情，她都很慎重，然后都，比如说要怎么去照顾这个家庭，然后怎么去扶持这个父亲，还有每个小孩怎么照顾好。比如说，
小孩子真的养不下去，那要怎么样去给谁的时候，是他们家环境是不是很好，他才要想要把他心爱的人的女儿送出去，那也要考量，比如说没有婶婶啊，再怎么舍不得，可是婶婶家里环境好啊，对，去的话可能可以吃得很好，穿得很好，包括阿华要送出去的时候，阿华可以穿着新的洋装、新的皮鞋，看起来就像洋娃娃一样，对，虽然就是说舍不得，可是还是想要给小孩子过好的环境，对，我想这个妈妈是一个，她的心意是好的，对，但是真的就是那种亲情之间那种对割舍，割舍不下那种很对。所以秋亮师兄，你小时候会不会常常看到爸爸妈妈脸上那种忧愁满面的感觉？也不会的，我发现我们虽然是穷哦，对，但是心灵还是不会苦哎，所以我爸爸妈妈我们还是很乐观的在过生活，只是真的苦到就是说这么就像这个人那么多，可能就没办法哦。这个养家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小时候有没有曾经有过一个念头，就觉得怎么我的家庭会这样？我的姐妹们为什么要被送出去？我的哥哥为什么？乃至于我可能没有办法念书。我算是有没有怨过？你们怨天？没有怨过的。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我的命就是这样子，就生长在这样一个贫苦的家庭。对。但是最重要就是我父母不是有任何一个坏的习惯，他不会说是去天天去打牌啊，这个赌博喝酒啊，他是很务实的在经营他的人生去赚钱啊，赚了钱回来啊就是养家，就是这么单纯。所以我觉得他们天天就是为了工，为了赚钱而工作，为了家计而工作。妈妈也是背着这样子的一个钉啊，她这样子出去做事，她看到我这样子刻苦克勤的这种精神啊，我们都感动。所以我们真的毫无怨言。今天戏剧当中其实还有看到一段是让我觉得蛮心痛的，那就是妈妈带着秋良去看景华，但是被景华的这个养父母还有他的阿妈说，你们最好不要来看他，以免打扰了孩子刚适应这个家庭的那个生活。我想秋良师兄小时候看到景华的机会多不多啊？在一起的时候很多，送走的时候就很少。所以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我跟他感情是非常好，因为每次要吃饭了就唱歌啊，我也很喜欢唱歌啊，所以我们有时候都大家一起唱歌，啊，所以我跟景华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兄妹。但是呢，当他要被送走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，但是又奈何。所以偷偷去看他的那一段跟我妈妈去，跟妈妈去啊，真的。然后还跟他说都不要讲话，他还不小心说啊哇，对，就喊出来了，就妈妈就很生气，乖，把小朋友就叼到后面说，你要干嘛去把小孩抢走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戏剧当中演出的那一段，其实是有一点点，我觉得妈妈跟秋良在那边哄 saving 的感觉。我还记得他们当时就是很怕我们，他。孩子会送去又再去把他要回来，然后再去要回来，他以后他万一回来以后他不回去了，那他们也没办法，所以他们很怕这样子，所以他们就说，那你就不要再来看他，让他习惯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在他们的立场是对，但在我们的立场，我们是很喜欢，就舍不得嘛，舍不得嘛，所以说都要去看他。所以以前的分开，在分开之前感情很好，非常好。但是现在大家又能够团聚了，再团聚，应该更珍惜，非常珍惜。所以有时候真的，现在目前我常常从这个到桃园金狮堂啊，我都我妹妹也会来啊，然后我们兄妹啊，真的在。常常有聊不完的话题，真的是我们兄妹的感情真的非常好。但是呢，那一段时间呢，就是给人家的那一段时间是我们的一个过渡期，心里也很痛，非常痛，对不对？所以明天的戏剧当中我们要继续来看到，在戏剧最后今天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秋良偷偷把妹妹彩云抱走，希望大人找不到她，可是实际上结果却是事与愿违，妹妹最后还是要被送走了，这对秋良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每晚八点的大爱剧场心愿。今天也感恩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，感恩主持人，谢谢。同时也谢谢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会客室，我们明天见。